是爆米花。原来打开了一只狗，不知道是什么。装爆米花的东西，这下面有连东西。这样我还拍立手。嗯。这个是让那个转一转的。这有一个客人要拆什么的？好，现在这个是什么？东西。吞螺旋体，人畜共同传染的，它叫蓝眼症。狗狗眼睛出现蓝色的那个眼白。袋子好，这位叫做 Hello Kitty。Hello Kitty， 叫什么？我也不晓得什么。好，现在这个是爆米花颜色，三个颜色。挖，这个是挖爆米花的。现在这个是好了吗？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哦，盒子。盒子。好。妹妹，啊，最后呢？你已经。